古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这他讲的是那个晏婴，是吧？就是那个齐国的晏子啊，这个人大家可能也知道，很有名，什么晏子使楚啊什么之类的。那么这个故事是说啊，有一次那个齐王让晏婴去治理东阿，是吧？就是现在出阿胶的那个地方，是吧？然后那个晏婴治理东阿3年啊，据说是政绩井然，是吧？说那个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很少，而且很清廉，是吧？而且为老百姓办了很多事儿，是吧？老百姓都非常歌颂他，他的威望很高，是吧？结果后来3年过后，他回到朝廷汇报，那个齐王板着脸说：“哎，我听说很多人都讲，说你在下面搞得很不好，是吧？你整天为了收买民心，是吧？搞了很多那个违反中央政策的事儿，是吧？这个你要警惕。”然后晏婴说：“哎呀，皇上，我真的是做错了，你再给我3年时间，我一定改过给你看，是吧？”然后那个皇上说：“那行，你试试吧，是吧？”然后他又去干了3年，是吧？然后在这3年啊，他就把老百姓那个压榨得怨声载道，是吧？做了很多的坏事，是吧？然后那个自己捞了很多钱，是吧？然后到了过了3年，又跑到皇上那里去汇报了。然后皇上说啊，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大家都反映你干的真是不错，这个符合这个我们现在的大家都很满意，是吧？”然后晏婴就说我原来廉洁奉公、勤勤恳恳地干了3年，结果你说我不行，是吧？结果我现在实际上是干的乱七八糟，是吧？结果你反而说我干得很好，这个官看来我没法做了，于是他就辞职了，是吧？因为法家这个体制，它就是建立在新恶论基础上的，是吧？你不信恶，他不放心。